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是，我们不想写功课，因为写字写久了手会很痛，而且老师出的功课都很多。我们想过要把功课藏起来，可是一下子就被发现了。后来我们去文具店研究很多笔，我们发现我们喜欢的笔是按键在侧边有软夹比较粗一点的笔。我们还访问老师为什么要写功课，老师说学习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厉害。现在我们想要慢慢变得更厉害。